看影集除了打发时间，竟然还能健身运动。运动品牌推出原创影集，描述一对性格迥异的姐妹花的故事。妹妹 Lily 是网络健身红人，姐姐 Margaret 则从不运动，两人的生活却因为一个打赌而出现变化。I dare you to start your own fitness channel, and I want to see you get at least 1,000 subscribers. Okay, well, I would like to see you get more than zero friends. That's your New Year's resolution. That's idiotic. You're on. 为了一个打赌 ，Margaret 从门外汉到开始了解、投入并喜欢上健身，成为运动女性的一份子。而在实际生活当中，包括路跑、健身等活动和课程都越来越普及，还有许多是主打针对女性，满足女生朋友们想要变瘦或是享受运动之乐的多种需求。像是我们未来体育新闻团队就曾经一起参加晨跑团，路跑初体验的希杰主播也在边聊天边跑的愉快过程中，第一次跑就顺利跑完 4.5 公里呢。事实上，运动真的没那么难，各位观众朋友站起来做就对了。未来体育新闻综合报道。